好，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三道火炬手。撒了。第三道火炬已经被成功的点燃了。One word, one dream. 他在说 One word, one dream. 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。这是尼玛茨人校长的声音。这第三棒应该是尼玛茨人校长，尼玛茨人副队长，步履相当的矫健。已经非常接近顶峰的位置。在顶峰，我们看到他们的很多的队友已经在等待。记得尼玛校长曾经说过，让祥云火炬成功的在珠峰点燃，就是所有的藏族人民对奥运会最大的献礼，这就是最大的一块奥运会金牌。